常州太平清照抢包三决赛今晚12点举行。坊间话食过平安包，世代平安。抢包生活动今晚会喺常州举行，寓意祝大家人人平安健康。一轮表演为决赛揭幕，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打响锣鼓揭幕，各个选手出尽全力参赛。啊，好多啊！包区嗰度啊，我见到佢哋啲包咧，都嗰个包袋啊，都仲有好多嘅空。蝉联冠军嘅郭嘉明最终未能及时着地，最终冠军由钟玉川以及王嘉欣夺得。攞到今次呢个奖，真系靠运气同埋多谢屋企人支持咯。靠經驗啦，因為冇諗過會攞呢個獎啊！特別擦亮都係安全落翻地啊，算嘅啦。終於鬆咗一係佢，我終於鬆咗一口氣，因為好緊張、好刺激，係啦，同埋都有啲壓力嘅，因為對手都好強。有想嘗試去完成個賽事啦，因為真係順利完成，即係一上一落咁樣係我嘅目標嚟嘅。咁就冇特別去練，不過我本身都中意攀爬嘅運動，所以我都係攀樹嘅運動員啦。咁攀樹嘅時候都有好多繩索嘅系統啊要處理，所以就依度可能會有啲幫助咯。我覺得係有少少技術上可能條繩啊嗰個問題，不過我能力上我覺得 OK 嘅，就冇問題嘅上落就咁，可能有少少技術上失手咯。我覺得都 OK 嘅，冇乜特別嘅。咁我自己覺得我預時間落嚟係足夠嘅。但是就無奈可能少少技術上啦，或者係有少少運氣上唔好咯。我都會過，希望説翻前次啦，即係盡量玩到自己覺得夠為止啦。